得太严重，然后就突然某一刻一咬，我就听到，对，我就听到咔一声，我说完蛋了，牙齿断了，对，我的门，而且是断门牙，门牙，这个腿，我的天哪，这谁推荐？这是我推荐的，丰田。因为我就是喜欢自然的，然后自然的这个有一种男友视角，就是男友帮女朋友拍照的那种感觉，带她去海边，海边叫她名字，然后回头是那是那一刻的那种，就说哎你衣服没穿好，有吗？最狠的，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东西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太懂你，我也知道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Yes， 对，就是这个。有沙子是太重要。这个沙子，你就会想要把它拍掉。把它拍掉，真的好想把它拍掉。想要去拍掉。对，真的会。真的，这边都是沙子。因为有沙。没有着陆的时候会抹沙，很痛。指一个。你说哪里还有沙子？这边有沙子啊。不用那边。不要指。那有着陆的时候会抹沙，很痛，就帮它。拍掉，帮他刮痧，很巧妙，就是他明明刚走过路，但脚底板却没沙，厉害！那你就潜了，是因为水刚过，所以有经过。柯南，哎，这像只有一个，哇，漂亮漂亮，那我们欢迎他，好，好，尔轩，林轩，请你要介绍他。何轩是谁？林轩，对不起，你拿走干嘛啦？太紧张，你把人家照片拿走干嘛？对不起，拍什么拍？我们家人不太会主持，你中文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林轩你好，林轩请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轩，然后我推出了我的电子写真 ，OK， 对，爱迪宣言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是，请问林轩什么星座？双子座哟。你是职棒啦啦队的？对啊，我是乐天女孩。Rakuten， 乐天的 Rakuten girl。哦哟，你们是日系的哦。哎，对耶，对哦，缘分哦。哦，谢谢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啦啦队队员吗？对不对？对。那怎么会去拍写真集？是因为队长拍了吗？给自己一个纪念跟突破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。嗯、对，而且女生都有一个借口，青春不能留白。哎，对，要在自己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个纪念。纪念。你拍这种照片，你会紧张吗？我会耶。为什么会紧张呢？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很动态的，像应援啊，什么跳舞是我们的专场。可是我反而不会静下来拍照，哎，我觉得超别扭的。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，就会突然间很没安全感，然后就一开始可能我的 pose 会很缩，然后摄影师会引导你说你那个屁股要再撅出来一点啦，那你就会觉得天哪，我这是屁股都被人家看光了，就是会觉得整个人很不自在。不是拍写真不就是要看吗？对，但是看到你美妙的一面，对，要强调你的强项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拍这个还好，等你有一天拍婚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多尴尬。哦，真的，婚纱真的很尴尬，因为它也不能大动作，真的很累，真的假的？我也是要拍，没有了。真的是这样，希望摄影师很累。来，再炸一点，没有爱。不行啊，不能说没有了吗？没有爱，没有 pose， 没了。而且那个我又在海边拍啊，很热。比如说我在这边拍很热，超热。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镜头外面，哦，划船，潜水的潜水，游泳的游泳，那边在喝什么饮料的那种，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穿西装，超别扭，超不自在，超痛苦。然后我一直问说拍完了没？拍完没有？然后摄影师说，就算拍完，你也不能跳下去哦。不是，你那时候紧张，把牙齿咬断。我们有一卡是要吹泡泡糖，然后就要咬那个口香糖嘛，然后我你把当槟榔在咬，真的很硬哎，它那个真的很硬，赛罗东，然后我就怎么咬都吹不出泡泡，然后就重复吃了好几颗，它一开始真的很硬，然后就我可能失力的太严重，然后就突然某一卡一咬，我就听到，对，我就听到咔一声，我说完蛋了。牙齿断了，对，我的门，而且是断门牙。门牙，好尴尬，门牙，用门牙，用手的。我只有阿嬷会用门牙在那边，用口香糖把它补起来。在咬甘蔗，是不是？怎么会用到门牙咬口香糖？我因为
你在吹泡泡的时候，不是会用前面到前面来，对，用力，然后你会用力，又用舌头顶什么的，太用力了，然后就直接断一节牙齿。那怎么办？那后面怎么办？可以补啊。我后来去补啊，然后当下是因为其实已经拍到很后面，然后已经有画面了。哦。对，因为其实已经拍好一阵子，然后就不要写真，你要写完少一个，贴纸写真。摄影师也傻眼，然后从那边写真，实写真，实写真，来讲。真的有在挖在挖在挖，别青蛙啦，他别青蛙，太贵了，脚太痒了，脚痒，抓痒一下。你们没有听过一件事情吗？当你有香港脚的时候，去沙滩走一走就好。对，好，你难怪要去沙滩，不要自热，台湾的热死无中的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这样治好了，当时太爽。欲罢不能，我会 stand that talk， 然后摄影师也傻了，这一招是哪里？好厉害，好新颖啊！止痒啊！我在止痒。去垦丁拍 OK 啦，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很漂亮。对，其实我建议所有拍摄写真的女星，都可以去试试看台湾的东海岸。哦，很漂亮，超美，那个拍起来我跟你讲，鬼斧神工，全世界都不一定有那样的景让你拍。哦，真的太美了。这个大家值得吧？哦，会买，要要买，他那双腿我们就腿控，腿控买他的腿。那你什么时候要推出那个实体吗？目前是在筹备中，然后预计就是最近就要拍摄了。哦，对，之后会出实体写真，大家预购预购，全新的买起来，买起来。你现在还在拉拉队吗？对。那在球场的时候会不会最近有比较失落一点？就是没有观众。第一场的时候会觉得蛮尴尬的，因为我们球场是有那个假人，就是很多立牌，然后我们是对着假人跳舞。对，然后万一有一个假人有反应的怎么办？我站起来，这是其中一个假人。小钟哥有，他也是四个，我四个，他四个小钟哥在那边这样。我每天都盯着他们在看，好可怕哦！是真的，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而且跳着跳着，小钟脸会变这样。天哪，好可怕！不会动，他们那个有的会拍手哎，假人哦，对，而且会打鼓，他是机器人，举起来怪怪的，好恐怖。但是蛮嗨的啦，就是音效什么都还是有，所以其实气氛是嗨的，只是前面的人就是一号表情。所以这边就希望那个球员们，我们是支持你的，虽然说我们不能到现场，对，我们当然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但希望你们每一个好的表现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嗯。我们还是爱你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可以代言球队了吗？都在想，对，代言 boy， 台上到时候就有康哥的家人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厉害厉害，这个。